有个粉丝小姐姐找我出今年花了7万多买的 LV On The Go， 还有一块万国的海洋计时手表。保卡呢？保卡在这儿。因为每个人都有个限定价位嘛。手机上也。我知道。他不是说没怎么带吗？对啊，你看，然后划痕也确实也蛮严重的，要不要拍出来给你看一下？你先不用，不用拍，对吧？你说吧，我就说个价，对吧？对，就光我先看一下，我验一下。昨天是谁联系我的？不是你啊，怪不得。对对。看，给我个报价的吧。我感觉26吧。啊。二六。26。对。这能再高点吗？已经最高了。他包一块看了，然后两个字有个综合价。看看，包拿过来，包在那里。红折扣，这个大哥说全套，然后带票，然后呢没怎么用，基本上是未使用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希望和描述是一样的。哎呦，丝带也在里面，确实啊，这个包装确实很新的，有一说一的啊。先放在地上啊，然后呢，这盒子，防尘袋全部在的。然后小票在包里。这个大号的确实很新的，我还是戴个手套吧。我去，这个大号，买包以后买中小号吧，虽然你个子高。哦。好，如果你这个中小号价格就稍微高一点了，因为大号的包它要匹配高个子的女孩子的。我们中国女性的话，对吧？绝大多数的个子跟欧洲人肯定是比不了的。这个分有芯片吗？不是芯片吗？对，新款是芯片的吗？你是22年买的，22年1月，那肯定是芯片了，100%芯片。啊，这个小票啊，小票在这里，齐全的，22,900买的啊。先检查这个边角，真假没问题的。来，这个字体啊 ，OK 的。然后五金的有一个鉴定点，五金这个柱子，啊也是齐平的，跟它的台面。然后。闻味道，这个味道是专柜的味道。包的话就是说，尤其是皮质的包，如果有一股臭胶水的味道，咽都不用咽了啊。专柜的味道它都是有一股淡香的，你也可以闻一下，对吧？有吧？好，这个真假没问题，其他没什么大问题。总体成色，这包能算多少钱？98吧。啊，行。对，98也挺新了。够行了。对，这个成色确实是可以的。只要出了专柜，就算99行了。啊，对，你能给我98，我还挺满意的了。然后其他其实你的五金件划痕不是特别明显啊。你哪用？这个还算说实话了吧？有一家给我开14。14啊？那这样您要我卖表吧？可以啊。好吧。你开多少？我就真的想，如果你价格还 OK，我两个东西，这东西挺大的，多少钱？啊？说个价。你说到14了，那我收都收不了，没法谈。我只要一个你的价，我要觉得 OK， 我就不领走了。寄卖考虑吗？寄卖我就帮你按14、16，我都可以。你就说你能给多少？北方人对吧？爽气对吧？对，麻烦，这么热天。我太难了，美女。两个一起，然后。行吧，我就摊在这个表上吧，好吧。好 ，OK OK， 好吧，我登记一下啊，这个要登记的。证件有啊。啊，身份证吧。对，都我老公从销售的下场，这包我都不知道。我要开个盖哦，要看机芯的，价格谈好了，只要真的就 OK 了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又上拆表工具了啊。我觉得你们还挺厉害的，得掌握各种各样的不同品牌的机芯。对的，我们还一样大的，都是93的。你也93的？对啊。当里面的，放心吧。还当着摄像头的，见证奇迹了啊！我也觉得是真的，但是这个必须要走，因为不然不是说你假的，这个流程不走的话，养成习惯会吃大亏的。以后啊，要开了啊，看一下。我的天，真的没问题，这个机芯啊，真假没问题的啊。好，下一步就登记给小姐姐打钱了，我要先上回去。然后我查个码就 OK 了。对，33413，好，这编号对的。好，没问题。OK 了，流程走完了。这里签一下。然后你卡号给我，给你转钱。好了，美女转过去了，查收一下，可能有几秒的延迟。
什么鬼？弹回来了。没到。哦，对对对。感谢漂亮小姐姐的支持。